嗨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波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是穷我一气99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上一次呢抽了200多的泰坦圣诞礼盒，对不对？结论是只有得到2只大虫，非常的可惜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应观众要求，没有观众要求，是我们自己想要，好不好？开圣诞蛋啦！哎，这一颗蛋呢，价值非常昂贵。不过呢，我们就准备了350颗要来抽咯。就是这只泰坦，它是可以飞的，会飞的泰坦啊！上一次没更新，它不会飞，这次它更新了，它现在会飞了。如果没抽到这只的话，我也想要这个蛋蛋，这一只电风扇，来荷包蛋，因为它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。那么我这颗蛋呢，是有一个神秘的人赞助的，也就是彩彩先生啊，那就是上一次跟我们抽泰坦礼盒的那位玩家了。那么如果各位呢有需要购买宠物啊，或者是购买一些相关的物品的话，可以去找彩彩先生，这边是他待的社团，还有他的个人脸书。那么各位观众不要看到这张图就觉得一定是他本人，因为有些人会盗别人照片，然后贴去他的大头贴，然后再改同样的名字，雷同的名字，然后去欺骗玩家，已经很多人上当跟受骗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下方会放他的个人脸书的连结，你们如果要找他的话，就点这个连结进去里面询问他想要宠物人气99的什么东西，他都可以帮你们找出来， OK 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开蛋蛋吧，我们准备来第一抽，来各位开蛋咯，开蛋咯，3、2、1出。哇，这里超级多，帮你们点幸运。哦，3颗，好扯，这是谁的？抽起来，抽起来，抽起来！哦，我一个，我一个！哇，我有荷包蛋！哇，荷包蛋来了！我最喜欢就这个，各位给你们看看！哇，荷包蛋直接来耶！哒啦，鬼鬼2只直接就中，而且有特效哎，好可爱哦！来哦，各位。我们来第二抽了，来3、2、1开！哦，这个蛋蛋，加油啊，加油 ！Olenka 先生，加油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来，我们第三抽，3、2、1开！哎呦呦呦呦呦，各位各位，加油加油！哎、欸，这是谁的？会是鬼鬼的吧？又是鬼鬼的吗？啊，泰坦来了吗？泰坦，泰坦！哎、欸，哦，又是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又是我们，又是我们，我2只都中了。那个各位，我下课了。等一下，鬼鬼又抽到1只 ，OK， 好，来哦，不要灰心，等一下就中泰坦了 ，OK， 我们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！第三抽啦，各位，加油啊！哎、欸，先生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哇，1、2、3、4、5颗，哇塞，超多哎、欸！差了一点，差一点。各位，把你们战利品给拿出来吧，又中了1只，请问一下，我那下是都没抽到吗？我那来，你现在站前面一点，再站前面一点。在前面一点，好，你现在没有中，所以呢，等一下你中的时候，你才可以退回来。加油，我给你一个王位啊 ！Olen， 来，我们再来喽，3、2、1，开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各位，各位，泰坦，泰坦，泰坦。嗯，哎、欸，后面还有，鬼鬼你的吗？你不会要中泰坦了吧？不是吧？哦，你太扯了！而且等一下，我是哎、欸，我是看到一个彩的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居然中了彩的 ！What the hell? Oh my god！ 太扯了！来，再来哦，各位。哦，那没事啊，你等一下就一次8颗都中大虫啊！你冷静点、啊。来，来哦，3、2、1，开！加油，加油啊 ，Olen！
那个是哦，两颗。鬼鬼跟 A 先生的，各位，我们来最后一抽了。哎，我是最后一抽了哦，你们等一下继续啊，来哦，三二一，开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啊！哎，你终于有了，是吗？哎，好像是我的。小马儿要自闭，要自闭了，哈哈哈哈！好啦，你们两个剩下的加油啦！三二一，开！哎、欸，加油加油！哦嘞，你该中了吧？哦嘞！哦嘞，你要不要回去？哦嘞，你要不要重新选一个位置？还是说你重登一下？你重登一下，刷一下刷一下绿好了。三二一，开！加油加油！来，三二一，开！我在帮你们点幸运的，加油！有了有了！哎、欸，这很久，哎、欸，这很久，哎、欸，这很久。哎、欸，加油呢！来哦，三二一，开！再一次哦，来，三二一，开！好啦，那我们在最后的。三颗，我在最后的三颗来跟你拼一下哦，来哦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开！哎、欸，加油加油！不中，哈哈哈哈！剩下 A 先生啦、啊。哦，三颗，八颗，你在抽什么东西哈、啊？这是在抽？哦呦哦呦哦呦！嗯，就是开始邪门歪道都弄出来，他以为这样跳了三下就会泰坦出来，但也有可能泰坦就要出来了。耶、欸，泰坦，泰坦！哇，都没有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泰坦礼包，哇塞，哇塞，很多哎、欸！这个可以看一下，还有没有抽到什么东西？得来是一场空，看来我最后一颗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好啦，那么各位，我们的战利品摆出来吧。鬼鬼太扯了，鬼鬼超多只的。Orlando 一只，这样子我们算一下，我们几只？我们总共几只大虫？我看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十五只的大虫，现在有点亏呢，对不对？这好像有点刚刚好，因为我们抽蛮多只荷包蛋的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呢这一次就是开圣诞节的蛋蛋啦。好，那各位有看到这影片的人也有福气了，好不好？我要送两只马出去给你们。现在剩下两只，我想要收藏，所以呢，就抽这两只出去给你们吧。你想要抽奖的人呢，第一个先留言你的 Robux 的账号，要小老鼠这一个。对，那记得呢，你的信箱要打开来哦，不要把这个开起来哦，这边都要关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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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吗？这边都要关闭，关闭，关闭，这样才收到我的礼物哦。好嘞，留言一句圣诞节祝福的话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片，就影片下方右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，订阅旁边还有铃铛，梦到一下就想买一件呢，留言在前面实时更新的嗨，持续追踪我们下期的 Facebook 啦，也在追踪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